兄弟们，今天我们就自驾带着大家去看一眼迪拜是个什么样的体验。当然，不是这辆啊，你们想多了。我们车在那边。这里不光有全世界最高的建筑，还有中东大区的特色体验。这期节目带大家全都玩一遍啊，主打一个我花钱你们看，就当大家全都来过了。这应该是红隼。我欢迎来到茶叔的纵横四海阿联酋篇。在迪拜现车了。我边上的这个建筑呢，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建筑——迪拜哈利法塔。那么上到这个哈利法塔呢，其实它是有几个价格的，有普通的进入你去参观的价格，这个价格是最低的；还有能够登上120多层、122、124这几层的，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便宜，而且需要排队。那你们跟我一块出来旅游，怎么可能让你们排队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就一定要买这个 VIP 中 P 的票，没人，不用排队。那这个票呢，可以登到最高层啊，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有记载的全世界最高的休息厅，大概一个人1400块钱进来的。看在我们两个人花了2800，带大家去游览这个全世界最高的 VIP 休息厅的这个份儿上啊，是不是可以给我点个赞？区别于普通的票 ，VIP 票有一个专属休息厅，里边有免费的冷饮。那登顶的话呢，需要换乘2次电梯，这个电梯非常非常的快。这个电梯上面的数字显示的就是它现在在第几层啊，124层，人吧，然后你就看，哦，这个数字就跟我的余额一样，一直在往下降。不到1分钟就可以达到第一站125层，然后再换乘专属的电梯，就可以达到最高层154层的休息室了。在最高层呢，可以360度去环看迪拜，观景的体验其实跟120多层和140多层的体验是差不了特别多的，主要就是人少。可以看到整个后面的这个天际线，用 VIP 坐着去享受。嗯。还有小宝宝在这睡觉呢。哎，啊，这边还是有点太晒了，这边反光。我们还是，感觉这边又是在偏大，我们还是去那边吧。上面大是不大的，真的不大，但是拍还是挺好拍的。尤其是想拍一些天际线，有些咖啡，这个是我待会儿要喝的，然后有一些小的马卡龙，还有这边特有的一些甜枣，阿玛尼特供的这个，待会儿这个让你们先吃。看着城市的景观，啊，哎，就这么，这天下都是我的。然后我们在这儿坐着吃点小点心，你们觉得值吗？这些小点心，你们想先吃这个？还是想先吃这个，想先吃这个的弹幕里边打一啊，先吃这个弹幕里边打二，让观众老爷们先吃。真难吃啊，真的是齁到死的。各位，你们知道世界上最高的厕所长什么样吗？啊，现在就带你们去看一眼啊，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厕所哦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里边有洗手台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水压啊，还是很不错的。这实在太热了，冲冲手啊。然后这边有 lotion， 有 shampoo， 有护手霜，有这个洗手的洗手液，里边还养了一颗兰花，这边还有个画啊，那边还有一些香水。所以啊，你们就陪我上过的世界上最高的厕所，你们感觉怎么样？你们知道世界上最高的天台在哪吗？马上就带你们去看一眼。但是呢，因为我有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恐高症，我只能在天台外面带你们去看。但是就用这个自拍杆啊，我们妹总可以带你们去看看下面是什么样的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腿软啊，但是我说句实话，我看这个我就已经
腿非常非常的软。这个就是阿汤哥当时爬的那一面，我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，不行，这个阿汤哥太厉害了，我这看了真的是腿软，我甚至不敢头探出去，我只敢把这个玩意儿探出去给你们看看。我现在这个腿啊，感觉都不是我自己的，不行，我得赶紧进去了，实在受不了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恐高症，我是真的不行。这个半开放的露台只对最高层的客人开放，下面的楼层呢就只有全封闭的露台可以体验打卡和拍照了。你们觉得这一次花1000多块钱的体验它到底值不值呢？兄弟们，我身后这个像城堡一样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一次我们要来射击打枪的地方了啊！我们体会一下中东大区这边开枪的准度是怎么样的。反正在美国，对吧？我刚拍完这个 A93 对子弹，然后川普那边就出事了，应该这次没问题。这里主要打的都是9毫米的子弹，室外飞碟呢只能在下午4点之后才可以打，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。虽然价格比美国要贵上不少，但是因为魅族没有体验过，所以我们咬咬牙上了一个全套的套餐。这手枪其实无所谓嘛，就是你可以选那个格洛克嘛，然后呢步枪你可以打个狙试一试。下到地下啊，就是这个 pistol range。我先选了个乌兹的 X95， 体验上呢几乎没有什么后坐力，整体枪身也不太沉。Your grouping is good. Yeah. All together. Yeah, yeah. It's a slighter today. Just leave it. This one, don't. Yeah, yeah. This one. Sure. Look for. Yeah. Grouping is the main. 接下来呢，我们去打这个手枪，对吧？经常打手枪的同学都知道啊，应该怎么去握。这个是我步枪的成绩，这个散步非常非常的好。这个是我手枪的痕迹，手枪的痕迹特别特别不好。坦白讲，这里的枪的保养状况都不是特别的好，而且你像步枪的瞄具它也没有给你去做调整，纯纯的咱就是图一乐。真的，您想要良好的射击体验，各位可以就近去泰国体验一下，又近又便宜，服务质量又好。如果你们要想看正对镜头拍摄子弹的画面，这期视频咱们点赞到10000啊，就带大家去体会一下。下期视频呢，我们会陪大家更加深入的去探索阿联酋，在沙漠现车应该怎么处理，当地的油价便宜吗，或本地特色的歌舞表演到底什么样。还有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想要饲养一只土豪最爱的鹰隼，到底要花多少钱，普通人玩得起吗？更多好玩数码出行内容还请记得点个关注。我是茶叔，咱们下期见。咬我了，被咬了一下还挺疼的。